一百个徒手健身动作，你能做多少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熊先生。是不是一提到徒手健身，你首先想到的是俯卧撑、引体向上、自重深蹲，然后就是大神级别的人体旗帜、俄式挺身、前腰水平、双力臂等等这样的神技呢？那么你知不知道从这些初级的俯卧撑到这些大神级别的技巧中间有多少进阶和退级的动作吗 ？OK， 这一期我整理了从入门到大神级别的100个自重健身的动作。不管你是新手小白，还是有基础的，又或者是健身教练，部队上需要拉体能的，这些动作你都可以作为参考。我把它分为5个阶段，你可以看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或者你的目标又是什么样的阶段。同时呢，也可以对你训练计划的内容作为一个参考。如果你身边也有想健身的朋友，不知道怎么去开始，那么请把他们艾特过来，我这就是开始。OK， Let's go。